在我的表达上，我敬拜你，也在我的金钱上，
这个金钱是你的父母或是你自己花了你的生命去赚得的。所以当你把金钱献给耶稣的时候，等于你是把你的生命献给他的，因为这些是你花了你的生命去争取的。你愿意吗？跟我一样，一起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耶稣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一样要鼓励你，不要吝啬向他给予，说耶稣把更多给你，因为你配的。我们一起先来做奉献的祷告。主耶稣，你是配得我们的奉献的，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。主，你配得我们用我们的声音向你献上最真诚的敬拜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敬拜不只是我们的声音以及行为而已。主，让我们把金钱献给你，把生命献给你。主，在这里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力量，能够呼喊，能够祷告，能够宣告。谢谢你主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愿我们敬拜，愿我们奉献的时候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多的提升，也被你使用。求你使用我们所献的金钱，让这些金钱成为荣耀你的金钱，也能够发挥在最适合的地方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一起来奉献。